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哦！首先，这个是今天用到的东西，电火布。胶带，我会拨啦，电线胶带。对对对，好，专业的名称叫做绝缘电线胶带。哦，麻烦帮我拉出一节出来。18公分，好，很好，差不多。贴再长一点，好，这样其实没有18，好，差不多。Michael， 麻烦你的右手，食指跟拇指捏起来，好，伸到这边来，好来，好来哦，我缠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拔得开来吗？不行，爬出来它就是魔术师了，爬出来。哎，其实可以哦，其实可以，但是很用力才能拔出来。好，来来，我们把它挣脱，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刚刚大概缠了3-4圈左右，3-4圈左右，接下来绑我。好，在绑我之前，我先说明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好，我们有看过魔术师常常把连环连在一起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在魔术术语叫 Chinese Linking Ring， 中国连结环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要表演这样子的魔术，但是用的是这个电线胶带，还有跟观众要借的，来宾要借的手表。哦，有有有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说，很多手表是用表带这样子，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可以解开。对，我要那种完完全全手套进去金属表带，没有任何接缝的那种手表。伟如这边有，先说明一下哦，这是你的手表，你对天发誓我没有串通过。讲话啊，就没有串通过，没有串通过，没有诚意，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串通过。好，来这个放在这边。好 ，Michael， 回到胶带的话题，准备喽。来，你抓了胶带，多绕几圈。好，来，尽量，尽量，尽量。嘿，非常好，来，非常好。哎，好，嘿，非常好，好，非常好。嘿，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。啊，哎呦，好紧的感觉。来，我有捏捏看。哎呦，硬的哎。很过瘾吧？对。硬的。现场摸女生想捏看。哦，我有点真是的。硬的哦，硬的哦，硬邦邦。谢谢你就可以了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现在这个手指呢已经完全连成一个环，而且是没有任何缺口的环。对对。好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让这个手表跟我的手指圈串在一起。不可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哎，忘记说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见证滑稽的时刻。你这个什么？刚刚只是彩排，刚刚只是彩排啊！正式来，大家跟我一起数。好，1、2、3。接下来要出来啊，当然好，但我们先看一下，真的在里面，真的在里面，真的在里面，好奇怪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现在才开始觉得奇怪？一直都觉得很厉害哈，出来比较困难一点。好，我要先把它转到这一边，先把它转到这一边，仔细看。太厉害了，还是硬的，没有问题，对，没有问题，胶带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好，手表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进去了？太悬了吧？好奇怪哦！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我拿不出来了，真是，糟糕了！好，我们把它拆开看一看。
哎呦！啊，交代，交代，看一下我的拇指还是拇指啊，然后是有绑过的痕迹。嗯，有。好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我现在在出题哦。哦，对，大家记住哦，我现在是在出下个礼拜的题目。哎，嗯，好。桌上现在这有几样东西，大家猜一下下礼拜的题目是什么？环，就是这三个里面的其中一个。哦，其中一个，没错。胶带，错。手表，错。手指，垃圾。下个礼拜的题目不是手表。哦，那可以先拿回来吗？等一下。急什么？急什么？手表贵。下个礼拜的题目是这个。牙齿不是，乐色。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怎样？气球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最喜欢什么动物？最喜欢什么动物？长颈鹿。你知道我几秒钟可以做出长颈鹿吗？三秒。一秒。准备，三二一，长颈鹿，谢谢。想象力。有长颈鹿的感觉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